由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举办中台本民族轻轻松松接触客家语文的客家音乐戏剧礼拜六日上档，从扮演亲密日常的沟通，打击音乐分享会，除替客家锣鼓、共识美少计的维族、日本、韩国、俄罗斯亚洲别个国家打击乐器的外形、音色、韩国历史的知识，也得奉献以充气大棒打击乐来了全世界。打击乐公司2020示范客家戏作品乐从头由个打击乐形式，同时共建两个同气度的角色搭配。是神奇的通作老表情，台下的观众看到哈哈大笑。讲到打击乐，当然含有同乐鼓看作轻松调，全世界节奏轻复杂的非洲音乐，同非洲传统部落来比，自然娱乐同传统性使用的乐鼓，两千年发明的金属做的乐器数贴，声音基本又有动有意境。下组头短短嘅时间，除咗第二班演出十个钟，董时峰打击乐器，为台西朋友带来诗歌同唐歌双重嘅享受。老爹带过打击乐。你今年几岁？三快四岁啦。举办两场音乐会，使得走得到静态展览空间，让两列音乐结合起来。客家音乐戏剧了年沙龙，松板年发通基金会亲密一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表示，下半年扩场为古天体，两年到半年达成年体系礼拜嘅两年开课，大帮同观众圈圈内来做互通，同客家语文带入双面成法。客家新闻林金优、陈玉贤台北报道。